这是用 3D 模式拍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的，我刚用 3D 模式拍的，它之后它会直接帮我把所有拍的东西全部拼成一个全景照。那我随着我人这样左右转，它就会显示。好，然后照片也可以放大。那我现在示范做一次所谓的 3D 全景。那我现在已经切到 3D 全景了，然后呢他会说请按着快门，好，缓慢移动，他在拍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特征点全部接成一张 3D 全景照。好， OK， 转了一圈了，看一下哦，点一下 3D， 这时候会开始运算，开始进行所有特征点的拼接，把刚刚所有的连拍的照片全部拼成一张。好，这时候拼完之后，我再来转圈圈，你就会看到它拼的基点都算不错。然后这一张照片也可以再放大。哦，蛮厉害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会动的呢。不错不错，很有趣。好，这是 3D 全景照。